入你想要搜寻的账号，你就看到这个账号列出来的所有的文章。账号的历史记录一目了然，连近日最夯区段议题，这账号也有关注。一般民众想查 PTT 账号是否异常或是机器人，只能一个个输入账号土法炼钢。而随着近日 PTT 超商缺蛋新闻引发讨论， PTT 创世神杜义景利用分析系统整理出有208个账号在同时间对同篇缺蛋新闻做出差不多回应。这张图是这208个账号活跃时间，颜色越深代表越频繁，主要集中在星期天到星期三。系统更抓出208个账号常用文字被解读是否网军刻意操作缺蛋议题，有些又是蛮乡民用语的，有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群就是比较关注鸡蛋议题的人，可能是跟着新闻发文时间在跑的。这些账号是否全是网军还得打个大问号，但过去网军在 PTT 上带风向时有所闻，更有专门一套发文系统，它可以有一个程式可以设定自动抓取新闻，然后自动发文，然后自动看到相关的那个新闻就会去推。蛋量减少虽然正在发生，但可不是只发生在台湾。财信传媒集团董座谢金河脸书发文，这次缺蛋危机看起来不是台湾单独问题，而是全球性，包括欧洲、中南美洲、日本都是。谢金河直说，郭董抛出蛋议题让大家共同面对是好事，不过政党人士见缝插针大可不必，毕竟是真缺蛋，缺到完全买不到，还是被操作缺蛋。尽管 PTT 上这208个账号不能确切跟网军画上等号，但的确影响舆论跟民众心理。陈立品真道。